The Filipino-Chinese Community Calamity Fund donated anti-epidemic materials to PNP Logistics and Bohol Provincial Government. 华社救灾基金向菲国警后勤处和保和省政府捐赠抗疫物资。华社救灾基金于4月7日上午10点向菲国警后勤处赠送一批面罩、口罩和额温计等医疗物资，慰劳该单位全体工作人员。是日有菲国警后勤处的 Del Mar Balinang 少校代表该处处长 Angelito Casimiro 少将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。与此同时，华社救灾基金当天也向保和省政府赠送一批面罩、口罩、额温计和莲花清瘟胶囊等医疗物资，慰劳当地前线医护人员。是日有保和省省长黄延辉的行政助理 Bolin Agoncilio 女士代表她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。当天的移交仪式有商总秘书长严长江博士、董事兼外交主任以及宋庆龄基金会稽核施超权、福利副主任庄连禄、秘书长助理陈光灿、非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、财政洪山仪、校友联主席郭从院等代表主持。 China Talk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